收看《爱护生命》卡通动画系列。放下仇恨的母牛。吴先生买了一头母牛，它圆滚滚的身体，淡灰色的毛，看起来是只非常漂亮的母牛。哎呀，阿昌，这是你刚买回来的母牛吗？对啊，呵呵，怎么样，这头母牛漂亮吧？漂亮有什么用啊？买回来要会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嗨，它当然会工作了，你们看看，它长得有多强壮啊。这头牛的确不错，阿昌，你们家有了这头牛，以后种田就轻松了。那是当然的。阿静，你快过来，看看我买什么回来了。爸，你买了一头牛回来啊？对啊，有了它，我们以后耕田就会更轻松了。爸，你不是说要帮我买摩托车吗？怎么买了一头牛回来啊？摩托车过一阵子再买就好了，像这么漂亮又强壮的牛在外面是很难买到的。吴先生夫妻两人对这头牛非常的照顾，无论晚上有多晚都会去割新鲜的牧草来喂它。牛牛啊，这是我刚刚去割回来的牧草，你要多吃一点哦。你对牛牛真好，都这么晚了还跑出去割牧草给他吃。你还说我呢，刚刚你不也是跟我抢着去割牧草吗？你看牛牛好像在回应我们呢。是吗？牛牛啊，你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？还真的听得懂啊，牛牛你好聪明啊。你们两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啊。那是当然了。无聊，不过是一头牛而已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吴先生的儿子对父亲买回来的牛很有意见。你动作快一点，还在那里慢吞吞的做什么？怎样，我念你两句你就不高兴啊？看来今天没给你一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就对了。哼，看了就讨厌，看了就讨厌，还叫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爱叫，我就让你一次叫个够。阿金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快住手，拿来。你为什么一直打牛牛呢？这头牛太懒了，工作的时候拖拖拉拉的，我看了不顺眼。那你也不能这样用力地打它呀。哼，它只不过是一头牛而已，打个一下两下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懂为什么你们对这头牛比对我还要好。哼，哎，牛牛伤口很痛吗？从那一天之后，母牛便生了一场大病，身体虚弱了许多，暂时无法再耕田工作了。牛牛啊，你多少吃一点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牧草呢。它现在身体很虚弱，我看我去煮一些小米粥给它吃吧。给牛吃小米粥？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。妈，这头牛病成这样也不能耕田了，养在家里只会浪费钱，我看不如把它卖给屠宰场算了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啊？
牛一辈子辛辛苦苦为人耕田工作，它现在会这样是被你打到生病的。如果我们还不帮它治疗，反而把它卖给屠宰场，我们是会遭到天谴的。天谴？不过是卖掉一头牛而已，这样就会遭天谴啊？阿进，以后不准你再说这种话。我现在就去找兽医，这头牛的病我会想办法帮他治好的。哼。兽医的检查结果让吴先生夫妻两人非常高兴，因为这头母牛并不是生病了，而是它的肚子里有了小宝宝。真没想到牛牛肚子里有小牛了。对呀，看来我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怀有身孕了。嗯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些日子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它，让它的身体赶快恢复健康。是啊，就算身体恢复了也不能再让它耕田了。嗯，看来田里的工作就要麻烦你跟阿庆辛苦一点了。几个月后，快到母牛生产的日期了，吴先生和妻子去镇上帮他买一些必需品，儿子则留在家里耕田。哼，把牛放在家里不耕田，却让我自己去耕田，看什么看？快跟我去田里耕田。这只母牛已经即将临盆了，本来就不适合继续耕田，但吴先生的儿子硬要拖着他去耕田，过没多久他便走不动了。谁准你停下来了啊？快坐快坐，还顶嘴，快给我工作。你这只懒惰牛，再这么懒我就把你卖给屠宰场。母牛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摔下在了水田当中。吴先生的儿子却还不放过他，仍继续打着。阿进，快住手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没看到这头牛已经流产了吗？他没做错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打他呢？哼，是他自己活该。吴先生夫妻俩回来后便训斥了儿子一顿，然后他们将小牛的尸体好好埋葬，并找来兽医帮母牛进行医治。可怜的牛牛，他在想着他的孩子。是啊，阿金怎么能那样对他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哼，你这只臭牛居然吼我。阿金，你走开，别让牛牛看到你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代替他向你道歉呢。从那以后，母牛只要看到吴先生的儿子就会叫喊，而吴先生的儿子也不敢靠近母牛。为了躲开这头牛，他离开家外出工作。几年后，他在外地定居下来并娶了老婆。小丽，这些都是今年采收的米，妈拿了一些来给你们煮。嗯，谢谢妈。阿静，你们结婚都这么久了，怎么小丽的肚子一直没有消息啊？哎，别提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小丽一怀孕，过不了多久就会莫名其妙的流产。因为这样，我们还去过好多间医院做检查，但是报告都显示正常，没问题。哎，看来报应真的来了。报应？是啊，从你结婚到现在，我做了好几次相同的梦。梦见我们家的母牛告诉我，说你害死了她的孩子，所以你这辈子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。
上个月初我又做了一样的梦。啊，这么说这世上是真的有因果报应了。妈，不瞒你说，上个月初小丽又流产了，而且她每一次流产的时候都会梦到一头血淋淋的小牛。报应啊，阿静，这都是你的报应啊，当初你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啊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因为我上个月也梦到我们家的那头母牛，她告诉我说，如果不是因为爸妈的心地善良，对她又是悉心照顾，我这条命早就没了。唉，阿静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你过去造了极重的罪业，让你现在遭到了天谴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多做一些放生护生的善行，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你过去犯下的过错。嗯，好的，我从今以后会忏悔之前做过的错误，也会努力做行善放生护生的，将此功德来回向给被我害死的小牛的。杀生心罪非轻。在湖北省有个村子里，出了三位技术很好的屠夫，大家都称这个村子为屠夫村。大叔，这里是屠夫村吧？是啊，这里就是屠夫村。大叔，那你们村子的刘屠夫住在哪里呀？我们这里有三个刘屠夫，不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个？什么？有三个刘屠夫？我们只听说你们村里有一位刘屠夫的技术非常好，不管是什么动物他都能一刀毙命，而且技术好到不会伤到动物的皮毛。哈哈，我们村里的三位刘屠夫个个技术相当，要不然人家怎么会叫我们这里为屠夫村？看来这一次我们真的找对地方了。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啊？大叔，我们是来跟刘屠夫学习技术的。对呀，大家都说你们屠夫村的刘屠夫很厉害，我们两个就想说来找刘屠夫学习学习。我奉劝你们两个还是不要学习这个技术吧。大叔，为什么你要这么说啊？大叔，你是怕我们学会技术之后就把你们屠夫村的名号给抢走吗？其实我们这里已经不算是屠夫村了，那三位刘屠夫也不再从事这一行了。那三位屠夫已经改行了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三个人从事这个行业多年，所屠宰的生命实在太多，几年前他们三个人一个接一个的遭到报应。遭到了报应？大叔，为何这样说啊？我们村子里年纪最大的那位刘屠夫名叫刘一刀，不管宰杀多大只的牲畜都是一刀毙命。刘先生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们大家的忙啊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刘先生，我们村子里有一只大狗很凶猛，村里的人都害怕它，所以我们想将它宰杀掉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凶了。我们找了很多屠夫来帮忙，但是他们都不愿意。他们说，如果没有一刀就把它宰杀的话，很容易就会被那只狗反咬的。是啊，后来我们有听说刘先生你的技术很好，所以特地来找你帮忙的。嗨，你们来找我可是找对人了，别说是一只狗，就算是一只狼，我也能一刀就要了他的命。嘿，走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这一次刘一刀又是一刀就把那只大狗宰杀掉了。然而也因为如此，报应很快就降临到他的身上。老公怎么样，那只大狗杀了吗？当然啊，我亲自出手怎么可能杀不了。
他们不是说那只狗很凶猛吗？你没被咬伤？